it till I can't no more. I got the horses in the back. Horse stock is attached. What up, what up? 大家好，我是根本英俊。今天介绍新车落地改，车主要求要把避震器降下来，好不好？现在目前有降车身的避震器，就属他们家的。这里 ，Racing Boss。Racing Boss 不是 Racing Boy， Racing Boss。噔噔，哇妈呀！咪咪咪！哦，这是降板的哦。大哥，快给你一件。还有阻尼套件，前叉降车身的阻尼套件。再介绍，先量一下原厂的高度，好不好？不要说让大家知道说它的差别，差了几公分，好，它的range距有多大？78，哦，后面的垂直高度到坐垫的高度78，好，再来前面的部分，我们以三角来下来量，85.5。85.5，哦，还有这个，这样的高度，不知道这样看得到看不到？21，哦，这个边柱的总座高21高度，好吧？看到后续安装后的降了多少，再跟大家介绍。
新车落地改 RB 降车身套件完工，好不好？现在黑色，黑色其实跟黄色其实很搭，有人会听我说黑色有没有不搭，我个人觉得真的很搭，最安全的颜色，你不用担心就是说还有其他的颜色。好，再来重点，我们就是要量正确的高度，降好的高度给大家看一下，看到了没？这个没有造假哈，70哦，原本是78，现在是跟70公分，降了8公分。前面哦，前面现在是78，原本是85.5哦，再来中间的。离地距离原本是21公分，哦，现在是13公分，降了有8公分，哦，真的这个是很适合说，比喜欢 monkey 的人，但是身高又不高，没有安全感的人，这是真去招啊啦，没有其他选择 ，call in， 哦，又直接就是让你更有安全感啦。好不好啊？因为词穷了，就到这里介绍这个降车身到此为止。啊，还是记得帮我订阅我的 YouTube， Thank you。